太远了，哎，勾到了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出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就在刚刚，我们因为大家很努力的帮我订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订阅已经来到第二个阶段，就是已经300了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讲说这一则影片的抽奖的那个方式。阿龙这一次的话，一样采用就是留言，然后照顺序给的方式，然后分别是会从这边第一支奇遇老师。这边这样一直顺序一直下来，这样子给，也就是说这边是第一个，然后这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这样子给，那就是影片留言的那个文字啊，阿龙会在资讯栏下面就是跟大家说，这次留言的话留言什么，那活动截止的时间一样是到这个礼拜日的晚上12点，会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留言，啊，记得一定要留言哦。还有不要忘记说，我们每个礼拜三的那个固定抽奖的留言是在不同影片，然后一样是在底下留言，这样子一次会抽2种，这样子。啊，再希望说再多帮阿龙分享出去，这样啊，让阿龙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来为大家服务。啊，我也会多出去找漂亮一点的公仔啊，新出一点的。如果我真的是对那个台子很有办法的话，我就是可以多打一点，然后再拿来给你们抽这样子。那影片就先到这边了啊，详细的办法会在下面的资讯栏哦。一定要完整的观看啊，字体一定要打对，留言一定要打对啊，记得要订阅阿龙，所以我抽奖的时候那个系统才有办法侦测出你的留言哦。不然的话，我怕说你打错字的话，它可能就没有办法侦测留言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影片就先到这边哦，拜拜。